Hello, Eddy， 晚上好。谢谢 Eddy。我先喝，喝喝看是什么味道。哦，还蛮好喝的呢。朋友们知道小杰喝的这是什么吗？这个啊，就是我们今天要抽奖的奖品，凤梨舒畅发酵液，这个超厉害的。那个就是一天一瓶呢，可以健康调理我们的身体哦。先再把它放进来，假装我们没有开锅。好喝，好喝。果然经过时间的发酵，那个发酵液呢，它的味道非常的温醇，好喝哦。那我们哦，玉米晚上好，那个静雄晚上好哦。那我们现在先来个开场白哦。小杰安心食堂线上直播，分享料理，还有抽奖活动，欢迎朋友们这回来到老店。今天的直播是与台湾好甜香盟原汁合作的，所以只要朋友们完成指令，就可以参加抽奖哦。今天的奖品啊，吼吼，不敢啊哦，我今天的奖品啊，吼，非常的厉害哦。我刚刚有给他偷喝了，因为呢，这个一盒还蛮贵的哦，原价呢，原价888，哦，现在网络特价799哦。那个台湾好甜呢，非常的大方哦。他提供5个名额让我们抽奖，所以呢，欢迎朋友们就是踊跃完成指令，我们来抽这个很厉害的凤梨舒畅发酵液哦。那它这个主要的那个功用呢，就是帮助消化、调整体质，还有促进代谢。这打开来呢，一共有6瓶哦，小小瓶的。那个你啊，把它放到你的包包里面啊，带在公司里面或是带去学校喝都非常的方便哦，不占空间。然后呢，这个啊，我刚刚以为呢，因为那个香盟原汁啊，开罐的时候呢，开的很习惯哦，就是香盟原汁打开来呢，它是黄色的，对不对？可是打开来呢，它有点像那个乌梅的颜色哦。我们再开一瓶，它这个呢，我们可以直接饮用哦。我把它倒出来给朋友们看哦。哦，它这个是整颗凤梨，凤梨皮、凤梨梗跟凤梨肉下去做发酵的哦，所以这个是原汁原味，不是浓缩液哦。哦，这样一杯，你可以这样子，如果就是你喝习惯的话呢，可以单喝，那也可以跟小杰一样哦。小杰呢，就是把它调成饮料喝。它喝起来啊，没有很浓郁的酸度哦，非常的温醇。然后你喝得到那个凤梨呢，它天然的甜味，就是很顺口哦，不会就是有什么会刺鼻的味道，没有，很好喝哦。那一天一瓶的话呢，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哦。当然新陈代谢好了之后呢，咱的人啊，就水当当啊，对不？哈，那我先把它收起来。就是朋友们呢，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抽这个很厉害的哦。我先把它，哎，没地方可以放了，放这里好了哦。那这一杯呢，我们等一下再来把它喝掉。哦，精华，超精华。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分享的料理啊，是南蛮鸡哦。朋友们吃过南蛮鸡吗？吃过日式炸鸡哦，然后韩式炸鸡。那南蛮鸡跟日式炸鸡有什么不同呢？那它不同的地方啊，就是它另外有用酱汁然后去裹，不是酱料，而是酱汁去裹那个鸡肉哦，所以它吃起来会有一点酸香的味道。那今天那个酱汁的酸的来源呢，我们用的啊，就是我们的香盟原汁哦。那这个一瓶呢，就是大约一个星期啊，把它喝完。那像上次小杰
就是搬家，就是家里面就是大乱的时候呢，我忘了喝了，所以呢还剩下就是半瓶的量。那你说倒掉呢？哦，真的这几罐嘛不凶呢，对不？而且这个东西呢还蛮好的，我真的舍不得倒。结果后来我想到，对呢，柠檬可以洗电锅，那我们喝不完过期的香檬原汁啊，一样可以拿去洗电锅哦。也是就是虽然有点就是喝贼啊，但是就是也我们没有浪费掉哦。那当然啦，我们平常的时候呢也是用这个香檬啊来保健身体，也是很好的。那我们今天用它来代替我们南蛮鸡的，就是酸，应该是说拿它运用在南蛮鸡酸味的来源哦。那如果我们没有香檬没有关系，你可以用白醋啊或是柠檬哦来取代哦。那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香檬哦。那香檬呢，朋友们都知道哦，它的营养成分呢比柠檬还要来得高，所以呢，用它啊，真的是为家人的健康的加分哦。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朋友的留言哦。哎 ，Hello， 哎，燕晚上好，YANG 哦，晚上好。哎，英英 ，Hello， 哎，秀娟晚上好，好。那我们先来那个处理的部分啊。我们先来煮我们的酱汁，因为酱汁呢就是它也是要用到炉子哦，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的酱汁调起来，那等一下在那个的过程呢我们再来慢慢的做其他的步骤哦。其实南蛮鸡啊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呢它真的它的备料真的超多的，真的超多的。它要腌鸡肉，它要调酱汁，它还要做塔塔酱哦，一共三个步骤哦。那其实如果你要是就是周末的时候啊，你花一点时间来做的话，这个派对料理啊非常的受欢迎哦。那我们现在做我们的酱汁哦，酱汁的部分呢我们要运用到就是我们的香檬哦，然后呢一大匙，然后香檬的醋呢是代替那个酸味的部分呢是一大匙，那跟酸味对等的调味料呢就是糖，所以糖的部分呢我们用的也是一大匙哦，这个是那个三温糖哦，然后还有味淋一大匙，那还有我们的酱油一大匙哦，都是1:1:1哦。那因为那个味淋本身里面呢它就有那个清酒的成分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另外用清酒了，因为家里面的小孩他就是对于酒的部分呢不是很就是不是很习惯那个味道哦。那我们因为这个是要来入菜啊，所以我们就是稍微让它加热，加热的原因啊最主要是要让这个糖呢融化。那其实这个糖呢是那个三温糖哦，它在那个融化的时候呢很快。那通常我们这个香檬的部分啊最好是喝原汁哦，那你加热越久的时候呢它的营养成分是会递减的哦，所以呢其实我们应该先来放我们的这个哦味淋一大匙进来，然后再放我们的酱油。我的那个圆呢不要太大哦，然后再放我们的糖，然后再放我们的香檬。香檬在使用之前呢要稍微摇一下哦，哦有没有黄色的液体啊，感觉就非常的营养哦。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拿一个那个小汤匙，然后帮助我们的那个糖溶解。溶解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火给关掉了哦。你现在闻这个酱汁呢它就有一个酸味哦，它那个有那个香檬天然的香气哦，非常的那个哦，口水都流出来了哦，就是诱发人食欲哦，酸味呢就是这样哦，紧乓。那我们把那个糖融化之后啊就放在一边等它凉哦。那我们酱汁的部分呢现在就是完成了，那我们稍微收一下哦。那如果酸味不够的话呢，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些些的香檬原汁进来，增加它的酸度哦。然后这个先放这里，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进行的部分呢是那个腌鸡肉。先看一下朋友的留言哦。哎，琼慧晚上好哦。哦，哦，对，宫崎哦，嗯，谢谢艾莉那个帮小杰注解哦。对，它是日本宫崎很有名的料理哦。南蛮鸡呢，就是南蛮，就像我们的以前的不是叫什么彝，就是什么彝族啊、彝敌之类的，就是它是外来的人。那因为他们都是从南方，比如说船，因为日本在北方嘛，那所以通常海盗的船嘛，要叫海盗吗？还是商船吗？都是从南方进来哦，所以他们都统称叫南蛮哦。那因为就是外国人带进来的食物料理，然后再运用日本本地的当地的食材，然后做变化，就完成了这道南蛮鸡。那个艾莉非常好，就帮小杰，就是我因为我那个宫崎，我每次都继续宫崎骏哦，对，就是非常有名的一道料理哦。那也是去日本的时候去那个居酒屋会点的。那现在呢，我们来腌我们的鸡肉。那鸡肉的部分呢，今天小杰使用的，啊，这个是鸡胸肉。那鸡胸肉呢，有时候啊，我们就是经过油炸的时候呢，它会变得有一点点柴哦。所以呢，小杰啊，事先啊，有先让它就是吃盐水嘛，让它浸泡盐水哦，让它呢有点咸味，然后呢，它里面的水分啊也会比较足。等一下我们下去炸的时候呢，它就会比较 juicy 哦。那个水的量呢，跟盐的量呢，小杰这次没有特别的比例哦。其实你就是把那个水呢盖过这个鸡肉。然后呢，放大概我们那个盐，就是盐搭的那个汤匙哦，大概两汤匙的海盐哦，加进去，然后让它浸泡大概15分钟以上哦。这个小姐已经泡大概有两个小时哦，因为刚刚备料备好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水可以稍微过滤掉。哦，这个有就是水没过那个鸡肉，我们把水过滤掉。哦，沥出来的鸡肉呢就非常的那个水嫩水嫩哦。那这个鸡胸肉呢，我们逆纹切哦，切成就是易入口大小，大概这样子的厚度哦。就是你太大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会炸的不均匀，会不容易熟透哦。那你就是大概就是切等量的大小，然后我们就可以拿一个盆子哦，料理盆，把鸡肉呢滤掉多余的水分之后啊，放进来，然后加一些些的白胡椒粉。哦，忘了开，等我一下。每次都拿到新的没开，啊，开的我都不知道放去哪里了。冒气，因为开的呢就会收，就是会我会收起来，可是有时候松了就不知道收去哪里了。然后呢，就是我会就会从那个，反正就是每次拿都会拿到那个新的啊，对。然后我们大概这边的量呢，大概是300克，我们大概加1/2小时的量。我，哦，看你喜欢那个辣，就是黑胡椒粉，这不是黑胡椒粉，这是白胡椒粉哦的那个风味下去做增减了。然后因为那个南蛮鸡呢，它本身会有一些些的辣味哦。那我们除了就是 Tabasco 酱之外呢，还会加那个匈牙利红椒粉哦。果然又是门开的啊！我打管拢甲开开了对啊，啊我开过到底是下去倒位啊啦？哇塞！打开又放不久。哦，一样，我们就是放大概1/2茶匙的量哦。然后让那个味道有一些些的那个辣椒的香气，然后再加一些些的这个就是 Tabasco 酱，哦，让那个鸡肉本身呢有一些些的辣味。这时候呢就把它拌匀，因为这个鸡肉呢本身啊，我们刚刚已经有泡过盐水了，哦，所以你不用再特别去加盐巴进来。那如果说你有姜的话呢，或是蒜头的话呢也可以加进来哦。可是因为这个我们是要把它炸成那个就是炸鸡的哦，如果你的那个就是蒜头呢跟姜啊切得不够细哦，它就会在炸的时候呢就会有那个小小的黑黑的哦。那如果说你可以把那个姜
磨成姜汁的话，加一些些进来哦，也是很 OK 的哦。因为姜呢本身跟鸡肉也是很搭哦，然后它也是可以达到去腥的效果。那因为我们现在有加那个匈牙利红椒粉进来啦，所以啊，你现在闻它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胡椒，不是胡那个红椒粉的香气哦，那也是可以达到去腥的效果。我们把它拌匀，好，再让我喝一点点水。没错，我超爱用匈牙利红椒粉哦，对，因为我是好色之徒哦，对。然后呢，为了要让那个鸡肉啊，它表面呢有裹一些些的那个蛋液哦，我们加一颗的蛋黄进来，蛋白不要哦，因为蛋白本身有水分，你在有时候在炸的时候呢，它会就是碰到鬼的啊，就闻一下没有，我们加蛋黄进来就可以了。那蛋白的部分呢、啊，你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哦。或是就直接把它煎成那个荷包蛋也没问题哦，因为有些人他就不喜欢吃那个蛋黄哦。那如果说你要是一次的量够多的话呢，你还可以把它就是做成那个蛋白乳蛋白丁哦，也是很好吃的。我之前呢做蛋糕啊，留很多那个蛋白哦，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做都浪费掉了。后来知道可以乳蛋白丁之后呢，哦，超赞的。你就把它就是用电锅蒸熟了之后呢，再把它跟卤肉一起卤，超好吃的。那现在那个刚刚腌好的那个鸡胸肉呢，我们加一颗蛋黄进来。这个蛋黄本身呢，它有油脂哦，所以呢，你可以让那个鸡肉啊吃起来更柔嫩哦。然后因为它的水分不多，所以等一下那个沾附那个就是面粉之后下去炸的时候啊，它会变成。就是外皮会比较干松，然后把它混合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加粉了。粉的话呢，今天我们小就是用的这个啊，就是低筋面粉哦。家里如果有日式太白粉的话呢，当然就是日式太白粉是最好的啊，对吧？咱就无啊，咱就是低筋面粉哦，咱就用低筋面粉的喝啊哦。炸起来的时候呢，口感酥脆哦，家人也是很喜欢的哦。那我们就是加适量进来，这个呢大概两大匙哦，我们先加两大匙进来调整它的那个裹粉的程度哦，因为如果你裹太厚的时候啊，你吃的那个粉呢就很多就很厚哦，看你喜欢的口感。那如果有些朋友他不喜欢吃太厚啊，喜欢吃薄薄的啊哦，那我们就是先慢慢的调，调到你就是觉得那个粉的程度。薄薄的，它还有点湿湿的，我们再加一些些进来。那如果朋友们有时间的话，你也是可以一片一片沾它，这样子的话呢，它在那个就是裹粉的情形呢会比较均匀哦。那我们今天用的是那个就是均匀拌散的方式哦，所以它拌起来呢会比较厚一些些，因为我们刚刚要打一颗蛋黄进来。其实呢，低筋面粉都在这里，这个下去炸应该也很好吃哦。因为它现在已经有那个鸡那个就是酱料的那个香气哦，哦，超香的红那个匈牙利红椒粉的味道。好，那我们拌均匀之后呢，我们就放着等它一下，让它那个反潮。等一下我们在炸它的时候呢，它才不会脱粉哦。那我先开火，然后再来看朋友的留言，因为那个等油温上来呢，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哦。这时候呢，我们火可以稍微开大火。
因为一般我们家里面在煎炸的时候啊，你的油不可能像餐厅这么豪迈啊，是不是？尤其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冷压初榨橄榄油，我这样倒一倒大概就半瓶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就大概用半煎炸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鸡肉哦。对，那天那个就有朋友问小杰啊，他说橄榄油可以拿去做油炸吗？我说当然是没问题的啊，只是说有点就是叫豪迈嘛。对，因为橄榄油本身呢，它的多酚啊比较多哦，就跟我们的那个香茅一样，你香茅的营养成分很高，可是呢你把它加热之后啊，它的营养成分会递减哦。那当你递减的时候呢，哎，有一个叫菠菜啊，哦，对，所以呢不会说因为你把它拿去就是做油炸，然后吃起来就不好，没有问题的。哦，我跟你讲，珊珊晚上好，我其实很想用袋子摇，你知道吗？可是呢，就是我就是断舍离之后，那袋子呢用完之后就不买，为什么？因为我买了两捆那个好事多的那个叫做什么保鲜膜啊，我想说我又有保鲜膜，我干嘛买那个袋子啊？所以我就去全年的时候我就剁手不要买，因为我不想我们家东西太多了。结果呢，我现在想说，对呢，我现在我又不能用那个保鲜膜摇哦，所以袋子还是有袋子的好处哦。谢谢珊珊提醒啊，真的，我今天真的有想到我的袋子哪里去了，我这边好像有哎。啊，我剩小的啦，我现在油温上来了，你可以稍微把它关小火，因为油温上来之后啊，我们不要用大火去炸它哦，因为大火去炸它的时候呢，它容易就是外面焦掉了，里面还没有熟透，所以大概就是小火去炸它就可以了。那我还是来不及看，我已经把它关小火，我先看一下朋友们留言，好油不一样，嗯，哎，芙蓉晚上好，哎，伊利晚上好。杏仁瓦片天使蛋糕，哦，你们刚刚讲的都是那个蛋白的那个用法，对不对？果然厉害，高手在民间哦。谢谢你们，就是每个都是料理高手，所以小杰其实在这边分享的只是就是小杰在家的做法哦，就欢迎大家朋友们多多指教。那现在就是油温上来之后啊，差点忘记了，我们先试一下油的温度。那油温呢，就是拿一根筷子哦，如果家里面有那个温度计当然是最好啦，但温度计跟电炉一样定无呀，有没有？我就去又没买了，所以我就想用筷子就好了。你的筷子放上来之后呢，它如果旁边啊有小泡泡哦，有泡泡上来表示它的那个温度呢比较低，那如果泡泡大一些的话呢，它的温度就表示比较高哦。那所以就是现在目前的话呢是那个小泡泡哦，那表示就是再等它一下下，因为我听到那个里面就哔哔啵啵的声音了啊，哦，听到哔哔啵啵的声音都会有点紧张哦。因为我们那个冷压初榨橄榄油呢，它本身是那个整颗橄榄下去压榨的哦，所以它本身会有一些些的水分，我觉得啦，不然它为什么会哔哔哔哔，很害怕，我真的很怕它哔到我哎。我先看一下抽油烟机哦，喝一口我们的那个凤梨舒畅发酵液哦。非常的顺口好喝。那我们呢如果酸度不够的话，那个凤梨舒畅发酵液呢，它其实不会很酸哦，它就是非常温和的一个味道哦，凤梨自然的鲜甜哦。那如果朋友们像小姐一样爱吃蒜的话呢，你还可以再加一些些的香茅进来哦，调整那个饮料的那个风味哦。现在有冒烟咯，感觉那个温度有上来咯，那我们呢再试试看哦，有泡泡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鸡肉呢加进来。
那小杰就不把它加炸完了、哦。这个的话呢，就是明天再去做料理哦，因为现在已经是宵夜了、哦。我炸太多的话呢，我怕加没完哦。阿青哥呢，今天还是没有回家哦，他到十号才会回家。那微微他已经就是晚餐，今天我煮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就是十全牛肉炖骨的汤啊，对，汤喝很多，所以他的肚子也不会饿哦。那我现在如果炸太多的话，等一下陈先生回来他会念，他说暗时啊，哇，你个食好济，我讲啊，真的有时候就是好吃会炸完了，真的就会把它吃掉。那如果炸少一点，我们就会克制一点。如果真的全部把它炸完的话，我跟你讲，我真的会把它全部吃光光哦。那现在就是。放下去的时候呢，我们不急着翻面。你有看那个鸡肉，我们刚刚有进次反潮，对不对？所以呢，它就不会那个就是脱粉哦。那你这样稍微把它从锅底把它吐一下哦，让它不要粘锅。然后我们再把它翻面。鸡胸肉很快就熟了，所以就是大概它那个表面固定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好、哦，大约炸一分钟。下这个好了，这刚刚呢就是有碰过那个蒸的鸡肉，千算万算就是忘了算这个哦，那个滤网，把它稍微擦干一下哦，不然等下油爆，你们就看我那个对，好，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表面呢的那个粉啊，固定之后啊，你就可以把它捞起来。因为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呢是鸡胸肉，不是那个叫什么，不是那个鸡腿肉。鸡腿肉你可能会比较耐炸一些。把它捞起来之后呢，先让它放一下。那我们火的量呢，给朋友们看一下，就是中火而已哦，没有很大的火，让它慢慢的炸。那现在呢，我们要让它的外面啊上色哦。就是它的颜色有了之后呢，会让你更就是食欲更好，所以我们现在先把那个温度把它开高一些。我们先完成鸡肉呢，我们再来做我们的塔塔酱哦。顺序有点颠倒了，变成我那个塔塔酱，其实塔塔酱也很快，我已经把它备料备好了哦。现在等油温上来，然后呢，它温度高的话呢，我们一下子下去炸很快。它就变色了、哦、那如果你油温没有上来的话呢，你就下去炸，它变成你要炸很久，它的颜色才会上。那炸很久颜色才会上了之后呢，它里面又老掉了、哦、没差两种咱当多底下咧浸那个盐水哦，对，我等它那个温度，它现在泡泡一直在冒上，应该温度就上来了。我最近在看那个什么，就是挖宝的吗？就是有点像古墓的哦。他们都会拿一个探测的，有没有在地的上面的那边看看下面有没有什么金属的反应啊之类的。我发现我现在这个动作让我想到那个东西了。我现在试它的温度上来了没啦？哦，哦有，它现在泡泡蛮高的哦，我们就可以把它丢下去了。那个等它回温的时候呢，它的那个水分啊会到表面来，它表面来的时候呢，你在吃它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就是反潮哦，所以二次回
呢，这鸡肉啊会更好吃。先看一下我的萤幕，哎，有鸡肉有进去，然后看半天，结果后来鸡肉只有进来一半哦，那又好笑了。给它摆水。好，那我们可以把鸡肉呢，就是捞起来了。关掉，然后沥掉多余的水分哦。这个呢，先让它这边放凉一下。现在呢，来做我们的那个塔塔酱。塔塔酱呢，我再喝一口水，先看朋友一下。奥斯汀太太，晚上好、哦。各种粉，我其实炸的部分呢，就是通常都用低筋面粉、哦，所以呢，珊珊难得用低筋面粉的喝啊。比比宝宝，对，没错，那个声音就是这样哦。可是你们现在听那边听这个声音是觉得好听的声音，对不对？我听那个声音是危险的声音哦，对。哦，原来如此，他的咪，对，他有点，他就是要沾那个酱哦。然后趁热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我们塔塔酱等一下再做好了。趁热的时候呢，我们把那个鸡肉呢裹上这个酱，这看得到吗？哦、看得到，看得到，就是裹上这个酱哦，然后放上来。不要泡太久，因为它表面的话呢，它那个酥脆的口感会没有。那你可以就是稍微沾附就可以了，因为有时候家人的那个口味呢，不是每个人就是都吃很重哦，所以你稍微裹。那等一下呢，我们再加一些那个酱汁在旁边哦，就可以就是喜欢沾的人呢，可以多沾一些哦。就是哦，现在香浓的味道超香的，我现在把它剩下的酱汁呢倒出来。然后我们再来做我们的塔塔酱。塔塔酱呢，主要用到的那个材料啊，是那个水煮蛋，然后这个是洋葱，然后呢芥末，还有沙拉酱。那那个水煮蛋呢，我们就是把它去除外壳之后，把它切碎哦，分开切碎。你就是把蛋白跟蛋黄分开来，然后把它切碎。那那个这个水煮蛋是一颗的量哦。那那个洋葱的部分呢，你去除外膜之后呢，你把它切成丁。那因为那个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个洋葱啊，是黄色的洋葱哦，它会有一点点的辛辣，所以呢，小杰加了一些些的盐，然后加水，让它泡大概两次，就是泡一回之后，大概半小时之后把水冲掉，再泡一次，然后放到冰箱让它就是冰镇冰透哦。所以它现在这个是有一点点咸味的那个洋葱，然后还有一点点脆。就是酥脆的口感哦，因为我们刚刚有冰蒸过了。那这个大概就是八分之一颗的量，我们把水给沥掉哦，把它沥干来。
哦，然后就是这个是那个芥末子酱，然后沙拉酱。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把一颗水煮蛋的量呢，我们把适量的洋葱放进来。朋友们如果喜欢吃就是多一点的话呢，你可以加多一些的洋葱进来哦，因为它这个本身呢就是它会有那个爽脆的口感，然后再加这个芥末子酱。朋友家里如果有那个黄芥末的话呢，你可以加黄芥末哦，它那个风味呢雷同，但是不完全相同哦。对，这个呢是天然的那个芥末籽，然后那个黄芥末呢，它是用一些就是调味的东西把它调味起来的、哦、所以风味不太一样哦，但是就是风味都很好的。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加那个美乃滋哦，就看你喜欢的量下去加，因为我们蛋的量还蛮多的哦，所以就是加的美乃滋的量也蛮多的，那加一些些的海盐进来，让那个蛋有一些些的那个咸味哦，不然那个蛋没有咸味，只有甜味，吃起来也就是没有那么可口。那你把它拌匀，那喜欢有一点点酸味的话呢，你还可以再加一些些的香茅进来。你如果加太多的话呢，这个酱汁呢就会太水哦，所以就是看状况下去做调整。因为我们刚刚那个洋葱呢，它本身啊有泡过水了、哦，所以它那个水呢就是还蛮湿润的哦。那我们现在就稍微吃一点点，看味道怎么样。嗯，哦，好吃，好吃。那个洋葱有泡过啊，两次水之后呢，它那个味道啊不会太呛哦。那我觉得酸度还可以再加强一些些，你可以再加一些些的香茅进来，那个酸味的话呢，你就可以让那个就是美乃滋的甜味呢有一个综合的感觉。哦，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淋在我们的那个鸡肉。哦，不用完全，就是适量就可以了。哦，真好吃！光吃那个美乃滋，我觉得我应该就还可以把它吃掉一碗哦。好笑了。那我们那个，哦，先给朋友们看一下哦，我们的南蛮鸡就完成喽。有没有看起来很好吃啊？哈哈哈！搭配那个生菜呢？其实就比较像欧式的吃法哦，所以南蛮鸡呢真的是就是跟咖喱一样哦，就是外来的食物，然后经过日本的那个叫做什么包装吗？没有啊，就是真的日本人的食物哦，真的特别好吃哦，因为比较符合我们台湾人的口味哦，有那个酱油啊什么之类的大豆哦，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经过日本的改良之后啊，哦，感觉呢就非常非常的好吃哦。那我们先拍一张照哦，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很乱。我先收拾一下桌面哦。没有，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也会做这种就是炸物来吃吗？还是跟那个奥斯汀太太就是去那个夜市吃比较快啊？嗯，好可爱。稍微擦一下桌面哦。再把我们的这个哦，今天那个抽奖的奖品放前面，然后今天这个用它入菜放前面哦，这样我们照片就都有了哦。然后我们拍张照哦，来，好，那我们现在到了最开心的试吃时间，哈哈，你们用眼睛看就好了哈。先看一下朋友的留言哦。所以有太白粉是用太白粉炸吗？还是可以用地瓜粉？可以啊，没问题的啊。有什么粉就用什么粉炸、啊，就是它炸起来的口感不太一样哦。就是你可能看你家里面习惯用什么炸法哦。因为那个地瓜粉上次我们有讨论过，那是素薯粉对不对哦？
哦，颗粒太粗哦，玉米粉可以哦。果然专业。等一下，对，谢谢 Ellie 提醒小杰哦，超开胃。那我们现在试试看看哦，是这个呢？肯定是要用筷子的、啊。但是不可以啊，我想起来了，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弄成那个，就是叫做韩式包菜的概念，对不对？我们用一点点的玉米进来，然后用一块鸡肉哦，沾一点点这个酱，然后我们的这个好吃的这个塔塔酱，赞！就是日式南蛮鸡，韩式吃法，把它包起来哦。我感觉很秀色可餐啊，黄绿红非常漂亮。咱得个吃落哈。你吃得到香茅的香气，然后它的酸呢，非常的柔和，所以我们那个香茅啊，你真的经过那个就是煮锅之后呢，它的味道呢会比较温醇哦，还蛮适合入菜的哦，好吃，还是吃得到那个香茅的那个香气哦，非常非常那个开胃，我要吃一个啊，好吃哎。这个呢，炸鸡哦，颜色看起来很嫩，对不对？我们这个有泡过盐水的、哦，沾一点点酱油，然后呢，生菜、玉米，然后我们的那个就是这个什么塔塔酱。今天我煮那个水煮蛋的时候啊，时间拿捏不好，第一次煮呢没熟，蛋黄还是生的哦，后来呢？就再花了一点时间呢，它终于煮熟了、哦。我不知道哎，之前做那个电锅啊，说什么放一张纸啊，湿纸巾啊，等它跳起来之后就熟了。我这是用没有效，我后来是用那个水煮哦，用这个锅子煮，这个锅子煮，加水下去煮，然后让它煮滚了之后煮六分钟到八分钟哦，它就熟了。超好吃的，朋友们在家里面真的可以吃的做做看，虽然它的配料非常非常的复杂，可是呢，像你这个酱汁啊，你调起来之后呢，你今天南蛮鸡吃没有完，你明天还可以就是沾，就是做那个什么鸡肉冻饭。我觉得也非常非常适合，因为鸡肉本身你加一点点酸的时候呢，它也是可以就是开胃。我现在有点后悔呢，我刚刚鸡肉没有多炸一些，应该要听 Ellie 的话把鸡肉给炸起来啊、哦。我是想想还是不要这样好了，因为我这样的会很快就会又胖回去了。对，水要半杯，我看一下哦，水要什么半杯？哦，水煮蛋哦。好，下次我再来试试看水煮蛋那个半杯。好，素薯不能勾芡，那个地瓜粉可以勾芡，素薯粉可以勾芡吗？素薯粉好像是要炸东西的，然后地瓜粉是做那个蚵仔煎的。不一样，超开胃，好，哈哈，真的，我大概只要三年没有去日本了，因为都跑韩国、哦，真的有时候看人家po那个日本的那个就是日常啊，真的会想要再去日本，因为我真的觉得日本，你去到任何一间店哦，你都不会踩到雷，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跟我们的很像，还是他们的做事很严谨，真的每一间店每一间都好吃，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去日本回来哦，你不会有那个就是吃撑的感觉，
可是你去那个韩国不是，韩国东西也好吃，可是差别我觉得差别在分量，韩国分量真的太多了，你真的想怀疑说你们为什么要上菜上这么多，然后和你又不能够多吃，然后那个日本不是，日本是每样都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然后你就吃的每样都好开心，对，真的会想要去日本的，真的，可没办法，因为韩国帅哥真的是比较帅，那个日本的帅哥也是帅，但是他有一点点伪娘，你们会不会这样觉得？就是韩国男生看起来是比较像男生啊，日本男生有点点像女生啊。哦，我现在想到一件事情，我跟朋友们讲一下。那天我们不是去那个载阿青哥去那个学校吗？然后要进宿舍的时候，发现车子可以开进去，结果他们还不错，就还应该说很多家长都在停车停在外面嘛。那停在外面的时候，我们想说那为什么不能开车开进去？结果我们就问那个算纠察队嘛，就是学长姐，就发现可以开进去哦。就开进去的时候呢，因为阿青哥抽到的宿舍呢是男，他们这一栋宿舍是。旁边是女生宿舍的，所以就是同一个走一个车道呢，它一边是男生，一边是女生。所以当阿青哥车窗摇下来之后呢，那个学姐就是问他说：“请问是女生宿舍吗？”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我就整个就觉得很好笑，我在后面坐嘛，我就态度出来说：“等一下，你怎么会问他是女生宿舍嘞？”然后我说：“他看起来不是像男生吗？”后来啊。我们讨论的结果呢，然后那学姐就很尴尬，她说男生宿舍请靠右就对了，我们就往右边走。结果后来讨论的结果，我们懂了，因为阿青哥呢，他其实的脸啊，他有点像女生的脸，但是呢，他那个学姐应该是以为他是那个女生，然后就是现在就是那种很帅的男，我怎么讲那个怎么形容？就是女生，然后打扮成很帅的男生的那种造型，所以他误以为阿青哥是女生。哦，糗大了！我真的觉得怎么会？他明明是男，你怎么会问他说，请问是女生宿舍吗？我就想太妙了，对。所以会不会是因为我平常呢，就是给他喝了很多就是有关爱美的东西呢，所以他就变得就是男不男女不女，让人家误会了，好笑了。对，我怎么长到那边去啊？没事哦，嗯。对啊，他长得就跟我很像，所以另外是我小孩。我们学校家长都可以开车进去。哦，真的哦，真好。我们就是刚刚到那个逢甲嘛，所以不太知道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情形可以不可以啊，所以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乡巴佬进城啊、哦。到那边就是想到底能不能，结果后来有去问啊，发现是可以的哦。就是那个 Ali 的学校应该很大间。就很大啊，车才可以开进去啊。那个学校小了，就没办法开车进去啊。对，嗯，好，那今天的直播呢，就是分享呢，就到这边结束了、哦。那有兴趣就是参加抽奖的朋友呢，今天我们抽的这个奖品呢，就是非常的，就是对我们身体好、哦。对，那个就是凤梨舒畅酵素液哦，这个呢就是可以。怎么讲？促进新陈代谢，对，非常好，对。那欢迎朋友们踊跃参加。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个星期二见，拜拜。